请问继续我们来看的是海巡署第五巡防区指挥部和第四华巡队一经配合的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各有财团法人台湾海洋保育和企业永续基金会、各有分林关的企业科和中华的环保联名，这回来参与的鱼苗放流守护白海豚的活动，现场民众欢迎十分的热烈。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爱护海洋国界，守护白海豚，进行一场鱼苗放流。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财团法人台湾海洋保育加渔业永续基金会、文林关渔业科、中华环境保护联盟作为参与，这也是通过法案以后的第一场鱼苗放流的活动。持续的这个关心我们的海洋。关心我们的这个海洋的这个生物啊，还有关心白海豚。谢谢。这个那我们今天放流的呢，是这个白海豚的食物，很重要的黄石鲷。那黄石鲷在台湾的食物海域是一个重要的原生种，而且是中低阶的鱼种。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放流十万尾的黄石鲷，能够为富裕台湾西部海岸的这个生态系尽一份心力。放流活动，民众热烈响应参与，也提倡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域资源永续经营的观念，作为对海洋生态尽一份力量。最新新闻，蔡明东，台湾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